这届总算得进步啊！会使甲乌云甲亮亮洗面啦啦。这就是林子彤的家属拼性命对范逸提出的公文加问信。那呢，这份假的公文，你要安怎讲啊？核心三个，硬甲被害人林子彤抓来遮关啊！还佫有伪造文书。爸，我知影你的失踪一定是万幸免，迄个东东查某做。阮爸已经甲我订好中岛的机票，哎，我先去日本。怎安尼想要逃走？无这么简单。真的，跟到来。我爸拄只形容造出去啊，应该是怕生命了，你家己较注意。我这段日子确实有开一寡时间去甲一个方向来找囡仔斗相共来。这个任务偌重要，你真清楚。你有时间去管别人的家事啊？趁台到这里头，我是要当休息。你讲，我若是做代志，就无人替你休息。白汉良，对不起啦。咱去困去啊！你下当，你要创啊？你创啥啦？陈将军，帮助改造兵营待变啦！那就是，你是要创啥？你是第几？你敢害死我陈家的大孙？你只有一条通，就是彻底是你做查某人的官。梅英，你袂当安尼做，你袂当安尼做，这样就要搞崩溃，搞崩溃！阮大嫂甲白汉良，我们来走。你老家伤害性命，今日我就把你的事嘛，稍微背走。行动提醒，行动台湾，咱两家就来拼你的生死。来管我，替我们爸报仇。